就是蒸发前40天，我都没有办法吃麦当劳啊，吃肯德基啊，吃摩斯啊，吃 Subway，我真的好生气哦。啊，那你想吃吗？对啊，我很想啊，那我吃们待会一起去吃好不好？好好啊，那我们大家一起去吃啊，要吃什啊，么？要，对啊，要吃什么？你想一下啊。好，我想一下。等一下再揪啦，现在很忙啦。那我们去吃我刚跟文燕去吃的那个菲力牛排好不好？啊，你刚刚就已经跟文燕去吃菲力牛排了，那干嘛还要再跟我去吃？那你要吃麦当劳吗？不要。啊，那你要吃摩斯吗？不要。那还是麦当劳好了。好啦，哦，真的是犹豫不决。三二一，麦当劳，我是店员。您好，请问你要内用还是外带呢？我们还是换一家好了，这一家店员感觉怪太怪奇的。怪了。我们去吃 Subway 好了啦。我觉得 Subway 店 Subway 比较好。Subway，您好，请问你要内用还是外带呢？你要内用还是外带呢？我觉得内用比较好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坐在 Subway 吃完再回家？对啊，就是坐在 Subway 吃完再回家。哦，所以你想要坐在 Subway 吃完再回家？对啊，我想坐在 Subway 然后再回家。你说坐 Subway 回家？坐地铁回家。让我们欢迎文华温情学姐、林信学姐。味道28届，道情学长。刑部郑永天学长带来来的坐地铁回回家。家。那我还会介绍吗？应该就不用了吧。好，那我再介绍一次，我是文华的温情，然后鼓手是林心颖，然后坐我旁边二把是味道王道情，然后我的贝斯手是郑永天，情部的，然后我马场是萧贺硕的，坐地铁回家。
每个标签下都有故事和自己的人生。此刻我们坐在一起，坐地铁回家。Hello.